原标题：遵义会议唯一公开反对毛泽东意见的高干是谁？陈云当年所做的这段权威性的述评，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洛甫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定的。做反报告时手里拿的那个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提纲，以及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及楚海峰、李德和博古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想法。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根据现有史料，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会议继续进行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洛甫的反报告，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朱德历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则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林彪一军团军团长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名战将，在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的是林彪鼓吹过的，他没有多讲话。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等的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周恩来后来分析过自己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的态度根本不同的原因，他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寻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直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博古没有压制不同意见，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他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限于当时还没有真正觉悟，所以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内领导同志中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持保留意见。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则坐在房门口一个劲的抽烟。他听着午休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的这种恶劣态度并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的错误做出果断的正确的批评和结论。当然，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没有因为他的严重错误与恶劣态度而影响他在红军队伍中发挥作用。李德在陕北时也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误，
但离开中国以后，终其一生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在他晚年写的《中国纪事》中，继续为自己辩解、编造事实，把遵义会议歪曲为派别斗争，发泄自己对毛泽东、张闻田、周恩来的仇恨与不满。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就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展开讨论，得到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同时，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明确了责任。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 A 指李德、伯、周三同志，而 A 不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最后做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乐府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是遵义会议上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张闻天再三推辞，这个问题就暂时搁置了起来。会议关于取消三人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对于遵义会议，张闻天后来曾做过这样的评价：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通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传，城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